我把它这个调到最大。那他就开始讲说，就是你要怎么样跟那个 table view 串在一起，就是用这个，就是你那个 section 的话，你就是要 return 这个的 section， 然后你要像 return 那个 number of row in section， 就是说你这一个 section 里面到底有几个 row， 就是到底有几笔资料的话，你就return 说 section 的 section， 好复杂，好点 number of object， 然后他就会回应你，然后说，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就是说这样做那样子。那反正他这里就是讲说教你怎么使用这一个 NS fetch result controller 那样子，他是教你这个。那再来就是这一个，然后他就说像这个他这个 table view 这一个方这个是 data source 是必要的嘛，跟刚刚这个是 number of rows in section 是这两个 function 是必要的，就是因为必要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把里面的资料塞进去，然后你要说 let cell 等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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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没常串我们常讲的是什么 DQ， 什么 for re， 什么 reusable， 什么什么鬼的，我忘记了。反正你看，反正很大很长的一串。然后你要再给他讲说，这个你的 object 是那个 fetch result controller 的 object， 然后在哪一个 index path， 然后你再把那个资料一一的塞进去，然后你再 return 这个 cell。然后。这段他就是在讲说这么要找那个 fetch 他的 request 嘛，然后你要找出就是你要找出他的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要是什么样子，因为很多时候资料一大笔，然后就是会很棒，因为其实有些那种 database 资料你不有一些是会一直放着，可是久了其实它还是蛮大的一个很肥啦，就这样，就因为资料太多，所以这为什么 Line 它会说当你一变更那个你的手机变更成别的使用者的话，它自动把原本使用者就的所有的资料全部删除那样子。然后他就讲说，这个说，他就告诉这一段是说，他说这一个 NS fetch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泛型，所以你要给它一个类型，所以他就设定它类型是 Twitter。然后他 fetch request， 他这 request 就是刚刚这边这一个 request 说我要做什么样子的 request， 我要查询什么东西。他说 predicate。他说用 NS predicate， 他说我要这个 Twitter 的名字等于 A、啊、比如说我要找出A 这个人的所有 po 文的话，就是你可以用 request， 然后 NS fetch request 就是说我要找出他所有，所以他就那个，然后 context 就是说用在哪里开始做，然后你要说这一段我就 section name key path key let's switch， 他说这个就不是很清楚这一个 key path 是什么，然后他说这个 cache name， 他说要注意这个，你可以说把你所抓到的资料放在一个 cache 里面，然后这 cache 也不会消失，可是当你这个假如说我今天找 A， 然后把 A 所有资料存在这个 cache 里面，那我们明天开始要找 B 了，然后所以这 A 里面的资料就没有，所以可能他可能要重新 load 一遍，所以你不可以再从 cache 里面找，所以他会就是变成说现在这个 cache 它就是里面就只有 B 的资料那样子，所以叫你说要用这个的话就是请小心那样子。那
然后他是说，然后他开始就在讲说那个，他就是说你可以是说你可以用那个 NS Factory 造 controller， 你可以说查看你的 core data 里面的资料，那就可以用说，这一个 function 来下去查看。然后因为 core data 真的我不是很懂，所以这一个我真的没有说很了解说要怎么做这个，所以有大大知道的就讲。然后他说他们讲接下来讲说下次的 demo 会讲有关于这个 fetch table control 的这一个，所以说你他就是你可以，然后他会给你把那个 code 都给你这样，下一次吧，他说下一次会给。然后然后最后当然是你 fetch 之后你要就是 table 你当然要 reload 嘛，然后你要设定它的 delegate 这样子。对，好，没了，讲完。Peace， 有问题吗？然后我问题很多，因为我讲真的我不太懂，我觉得好难哦，这个真的很难哦，所以就看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超难的，哎呦。所以感觉好像 是比 MySQL 还要难是吗？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可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啊。我不然刚才我们用错字了，那个不能说 MySQL， 因为 MySQL 是另外一组。哦，对对对，是 SQLite。对。哦。不能这么讲啊，因为这是看有些人会觉得 SQLite 很简单啊。然后可是我觉得就 SQL， 不过 SQLite 它有一个烦的点，就是你必须要写很多很多 query， 就是很多下去去查询。那我觉得做那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你的错字，然后你一拼错字你就查不到，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你出错。这个我觉得是我用 SQLite 最大最大的困扰，所以我会尽量很多事情我尽量避免不要写太多字。很多时候我甚至说只是包括说 students， 我要查询这个学生的，这是很多学生的基本资料，我们常拼错字都一定会有的啊。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停止分享，哈哈。好笑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停止分享，因为我找不到。没关系啊，等一下继续讲。好，那其实我们，那个 Michael Core Data 的部分就到这里了。到这里呢，那我们要讲其他的东西啊。要讲什么其他东西？要讲 SQLite。SQLite。好啊，可是我现在要怎么样停止说？说你不用你不用停止啊，你不是我停止分享荧幕吗？不用啊，你继续讲啊。我继续讲哦。哦，你哎呦太过分了！我相信你可以的。哪有啊？什么 SQLite？ 好啦，我看一下我之前上课没有没有，应该说刚才他在讲那个 query 啊，其实 Core Data 的 query 其实不好写。因为它被限制到你一定要用 NS Fetch 去写那个 query 的条件，它并不是一个很直觉化，因为它其实是很早期就定下来的写法。那在 SQLite 来讲，它只是一个 SQLite 所有的操作都是一个纯文字的操作，所以纯文字的操作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帮它把它搞得很简洁，而且不会写错字。嗯哼，你可以用
很多定义好的文字串，对啊，然后 namespace 得到某一个 table 的某一个栏位去写。那刚才主讲者有讲到说，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因为写太多字会写错，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包到最后，其实除了 query 之外，所有的 insert、upper 的我全部都不写，我全部都不写。你可以点一下那个连结吗？哦，那个的连结。基本上这是我自己写的东西。哦。哎，有点烂，就是其实。就其实 我是这么用，然后我做完了 Mutable Thread Safe， 就是现成安全的部分，所以我的所有操作我都不管，我只要 DB， 我都只要建立一个新 code 就直接开始用了。那、我不知道如果有更好的讲法可以告诉我，因为我现在转出来是 String Any 啦，就是我每一笔、每一个资料出来都是 Array 里面的每一笔都是 String Any 的 Dictionary。这个合理啊，这个、合理啊。其实我本来有想过要改 string， 可是 string 好像不是很合理，要看你怎么储存。因为 string 的话、其实无所谓，在 SQL 来讲，你可以把 string 拿来当数字，转型当数字去比对大小。但是我觉得，如果用 string， 你要计算的时候出来之后要计算，你要一路转型，那跟 any 好像也是没什么差别。那多转一次 string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用的是 string any、因为我觉得是合理啊，因为这有时候真的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还有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状况那样子。然后推荐一个我如果假如说你在学 SQLite 的话，你可以先一开始先使用这一个，我这边没有装哦。啊，好吧，那我告我使用的不是有一个，好像是这一个吧？对，这一个 DB Browser for SQLite， 你可以下载这个。这一个它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说它是一个很初阶，然后它又免费的，然后你可以这边做。你可以先写，如果你不确定你写的对不对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先建立好一个SQL 资料，然后你再可以在这边用这些语法先测试你的语法对不对，然后你之后再回到你的程式里面再把它写进去。那就这是一个方法，那样子可以用这个 DB Browser for SQLite。对啊，然后 SQLite， 而且它里面就是说你可以建，你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 database， 然后你也可以是说，这是你可以看里面的，就是你的结构啊，然后你要看，你要 browse 你的 data， 然后或者是你要，然后这个是你可以测试你的 SQLite 语法对不对，还不错用，但是有更好的可以推荐。它上面有更懒惰的，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把资料库编辑好之后，再拿它那一段 create table 的语法直接贴进你的资料库里面用，不用。对啊，对啊，就还不错，就是你们可以考虑看看。然后这是 SQLite， 我当初就是我当初怎么学哦？就是 Stack Overflow 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就拼命在查 Stack Overflow 啊，然后就查查查，看。终于看到有一个帖子，我看得懂哎，然后我就开始抄下来，就这样子，我是这样学的，有点悲哀。对啊，看你们啦，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认为 Stack Overflow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是你要在那边问问题，你要很小心，因为我常常被打枪过，但是真的很倒霉的打枪，因为。像我尽量不要说把我的问题，好像因为其实那边很多奇怪的人，他们认为说你只要你问问题，然后你没有，就是说你没有准备好就问问题的话，他们会打枪你。
然后我就常常就被打枪啊，然后我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说奇怪，我不懂，然后我也有告诉他说我有我已经有想到了什么方法，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的？然后有些人就是会就是不知道看你的帖子就是不爽，就帮你 devote 那样子，我也不知道。像我给你看我最近的帖子，被打枪的帖子，哦，超难过的。嗯，诶，看一下哈。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我已经写了这么一大串哦。问题说，我意思是说我那时候我要找出说所有每一个的这个，它所有的可能性，那我到底是要用这个 permutation 这个方式去计算呢，还是说我当时也还有看人家说用那个。这叫什么？就是 binary tree， 就是英文，就是有一个叫 binary tree 的这个方法说，如果假如说它不是，假如说查看一下第一个它有没有 x， 好，如果有 x 的话就往这边走，如果没有 x， 下一个又是没有 x 的话就往这边走，反正就这样，反正就是我这样子，然后就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人过来就把我负一。然后也没有跟我讲原因，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那样子。可是里面真的很多很棒的东西，这个网站我非常推荐。对啊，还有什么你们想要学习的，或是知道的？那个。刚刚那堂课他有讲那个提到那个 relationship 那个观念大概是怎样子 ？OK， 他就是说你这个有点，因为你要给每一个 quota 尽量给一些 relationship， 当然不是只有单向的，你也可以有双向的。可是就是就他这个 Twitter 这个。范例来讲，它是单向的，因为也不能讲说单向，其实它也是算是双向的，只是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说一个推，因为你看一下它的，哎呦 ，GG， 我把它关掉，我把它那个。OK， 这边就有在讲。他说，因为他这，因为你这个 Twitter user， 他就相当于说，你 Michael， 你就是一个 Twitter user， 然后你所有 po 文就是在 Twitter 里面，你是像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 po 这个文章的。Identifier 我就不是很确定这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是你的 po 文是什么 ？Identifier 就是说它是第几个编号，当作是这样。那你这个 tweet， 你一定是在 Twitter user 底下，就是你一定是在这个 Michael 底下的，不可能你是在 Michael 上面的。所以就是说。你一个 Twitter user， 你可以有底下有很多 po 文，所以他才会说跟他有做连结，说我会给他 too many， 就是他这个 Twitter 是 too many 的。这边就有讲说 too many， 就他是这样子做连结的。我这样讲好奇怪，有没有人有更？浅显易懂的方式。我猜一下哈 ，relationship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说，当我 A 跟 B 同时就变成说，像以这个范例来讲，就是说
我每一则 Twitter 一定有一个人发出来的，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 Twitter 的 user。可是一个 Twitter user 可以发很多人，那如果我把它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我一个 Twitter 这一个 Twitter 新的推文出现的时候，我一定会对应到一个使用者。那如果我没有让它两个连接起来，就是我要自己填使用者，我有可能会填到一个没有的使用者。那当我接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这一格，也就是说他的 Twitter 就是说他的发文的这个人一定会是 Twitter 的 user。也就是说你可以节省，你不用说我每次都要再填一个使用者是谁，我可以直接拉使用者列表里面的某一个 ID 或者某一个词单位词告诉他是谁，他就会把所有资料带进来。但是实际在记录上来讲，他只记录他怎么对应到这一笔而已。那可是你在捞每一则推文的时候，他顺便就会把 Twitter 的 user 给拉出来，而不是每一次你都要写一个。那这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这个 user 的资料改了，那我以前已经记好了这一笔 Twitter 一并会被改，因为他只是对应到他已经持好的那一笔。这样理解意思吗？嗯。Michael OK 吗？哦，谢谢啊 ，OK。对啊，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就是有你观念，这个是要有点逻辑的观念，这有点复杂，我真的觉得。是不是他这个relationship 这观念是几乎都通用，像那个 SQLite 他那边也是通用，也有类似这观念这样子。有 SQLite 的话，你要查询的话，你。就是说我可以查询说A 这个 table 里面 A 不是对 A 的 table 里面的什么，它要跟 B 的 table 里面做结合，你可以这样子，它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我们要先解释两段，一种是你在 database 上面设好 relation， 一种是在你 query 的时候设 relation。那刚才主讲在讲的那个是在我们在 query 的时候才去决定 relation 的部分。那本身在 iOS 上面用的 SQLite 3，它不能在 database 上设 relation， 这个部分要先讲，就是说它只在 call 的 query 的时候去下 relation。 对，哦，我懂的意思。那 call data 它这个画的样子呢，它就是在database 上做，其实它不是在 database 上做，它只是底层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说它比较像是让你感觉上，哎，资料库操作资料库这一个部分，它已经帮我解决这个连接的部分，我不用自己去管，所以我 query 的时候也不用管。还有问题吗？这里他有讲一对多或对一，他那个资料他是讲，就是为什么要，他是有时候分你要资料那个类别，就是要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我这样讲哈，你一个 tweet， 你一定只能对一个 Twitter user， 你懂我意思吗？你一个 tweet 一定是在一个 tweet， 一定是。我叫 Michael， 不是这样哈。Michael 这个人 po 了这个文，这个文是 Michael 的。那可是 Michael 他可以有多的文章，所以他 Michael 这个人他可以对很多个文章。哦哟，哦，了解。你懂我的意思哦？哦，对。那多对多嘞？不知道，好像我真的不知道，好像没有多对多吧？不知道。有，其实我们在实务上用会遇到多对多的状况，就是假设你在公司里面你是属于 A team 又属于 B team， 那在 A team 里面也有你 ，B team 里面也有你，可是 A team 里面也有很多人，所以 A。
我公司里面有 AB team， 可是我有很多同事，他同时都可以存在于 AB team， 所以一个人可以同时存在很多个 team， 一个 team 也可以同时包含很多人，这时候就会出现多对多的状况。写扣，如果用在写扣有多对多这情况吗？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啊，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公司的人事系统，那我不就遇到多对多了？你是会在多个 team 里面？哦，因为我好像看之前有那个，就教学说有些是他没办法，就是多对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是要看范例来定，而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应该说看需求使用了，就像你在 Twitter 跟 User 之间，你一定是 User 对多个推文嘛。一个推文只有一个 user 嘛，一定会是变成这样子嘛，一个一对多嘛，所以就不在这个架构上就不会用到多对多嘛。那某些需求的架构会用到多对多，就会用到这个，就看你实务怎么操作，怎么需求吧。嗯，了解。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请大家打开麦，跟我们的主讲人拍拍手，谢谢他。谢谢。不好意思，我讲得很烂那样子。谢谢。那剩下十分钟，反正就不浪费大家时间，那就拜拜啦。嗯，好，拜拜。你要关掉，我帮你关掉就好了。好，你帮我关掉好了。现在害我不能关掉，我超不好意思。